教练，我来了，鸡腿呀，鸡腿，你怎么把你这个纹身露出来了？凉快。你做那鸡吧，你看你都瘦成啥样了？瘦不好吗？跟个细狗一样。来、豆腐，爱吃豆腐？我不爱吃豆腐。不爱吃豆腐？不爱吃鸡排。我爱吃鸡排。吃火腿是吧？还行吧。你说咱训练营的饭不就这几样吗？对吧？你还想吃啥？哎呦，想吃的你又不给做，真是的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想吃的也不能减肥呀。来，吃啥主食？米饭就行。哎呦，呀，怎么今天给我还把皮儿也削了？怎么今天这么挺劝啊？我怕你不把皮儿吃。